各位观众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曾江嘅戏剧人生。咁今日主要就系同大家分享佢演出嘅列表。1955年，《桐林鸟》咁系同阿尤敏合作嘅。1956年，《那个不多情》上下集。就是同埋阿钟情李芳菲合作嘅。1962年，那个不多情续集，咁就系同阿钟情李芳菲合作嘅。1964年，大马戏团，咁就系同林凤合作嘅。1965年就有。成四套演出，咁就分別係《糊塗女偵探》，咁就有合演嘅咧，就有林翠、龍江、黃偉、老夫子，咁就同阿雪梨、張青合演嘅《玉女英魂》嘅上集，咁就同陳寶珠合演《無字天書》。咁就係同雪梨、陳寶珠、石堅合演《玉女英魂》嘅下集，咁就係同陳寶珠合演嘅。跟住係1966年，《女黑俠木蘭花》，咁佢就飾演高翔，就同雪梨合演嘅。跟住《金鼎遊龍》。咁曾江就飾演龍三公子，咁就同陳寶珠、雪梨合演《金鼎遊龍·勾魂令》，亦都係同陳寶珠、雪梨合演嘅《女黑俠木蘭花·血戰黑龍黨》，咁亦都係同雪梨合演嘅。咁跟住就係1967年嘅演出啦。白飞天猫，咁曾江就饰演飞天黑猫杨黑，就同陈宝珠合演嘅《少女情》，曾江就饰演李大伟，合演嘅就有蓝红、萧芳芳、朱刚、黄飞鸿、虎爪会群英，咁就饰演凌云阶。合演的就有关德兴、逢门淑女，合演的就有萧芳芳、邓光荣、碧眼魔女，曾江就饰演金手书生，合演的就是雪梨、玉女的秘密，就饰演唐家杰，合演的就是陈宝珠。娇妻，咁合演嘅就系蓝红、胡枫、旺财嫂，合演嘅就系陈宝珠。杀手粉红钻，合演嘅系萧芳芳。女贼金燕子，合演嘅就系陈宝珠。渔港恩仇，合演嘅陈宝珠。小媳妇，合演的是陈宝珠。大师姐，合演的是陈宝珠。那个少女不多情，合演的是薛家燕。女黑侠威震地狱门，就同雪梨合演。姐姐的情人，咁就係同薛家燕、尹芳玲合演《天剑绝刀》，咁就係同雪梨、陈宝珠合演《猫眼女郎》，就係陈宝珠合演。咁跟住就1968年啦。咁1968年咧，就係一个多产嘅年份，有成十几套咁滞。
首先就是武林三逢上集，就雪梨合演小五二大破同网阵，咁就拍阿张英才、朱刚、雪梨，歌女白兰花，咁就合演就系艾丽、黄飞鸿、玉搏黑霸王，咁就系关德兴电影啦。红花血剑，咁就系有雪梨、李居安。天剑绝刀，咁就有雪梨、陈宝珠。锁着的新娘，就是萧芳芳、姜中平合演。蓝色酒店，雪梨合演。紫色风雨夜，就有谢贤、蓝红、萧芳芳合演。神鞭侠，就是关德兴合演。夺魄幽灵，和萧芳芳合演。如来神掌劈魔平九派，和雪梨合演。黄飞鸿醉打八金刚，和关德兴石坚合演。黄飞鸿拳王争霸，和关德兴合演。独龙刀，雪梨、李居安。武林大决斗，雪梨合演。武林三逢大结局，咁就同雪梨合演。黄飞鸿威震五阳城，咁就有关德兴、石坚。多情妙策，钻石艳道，就有陈宝珠。神功，咁就系同雪梨、迪娜一齐嘅。青春歌后，咁就同薛家燕合演。黄飞鸿醒狮独霸梅花桩，咁就系同阿关德兴一齐啦。夺命刀，同雪梨合演。天狼寨，咁就有陈宝珠、雪梨、张英才。如来神掌再显神威，咁就同雪梨合演。聪明太太笨丈夫，咁就系张青、迪娜。天龙宝，就合演嘅就系冯宝宝、薛家燕。姑娘十八一朵花，咁合演嘅就系陈宝珠、张青、沈殿霞。名剑天骄同埋奔雷剑，咁合演嘅就系李琳琳。冷暖青春，合演嘅就系蓝红。铁发红姑，合演嘅就有雪梨、秦沛。飞贼白菊花，咁合演嘅就有雪梨、康威。三招了，咁就有冯宝宝合演。七彩天堂，就同李红合演。峨眉霸刀，咁就同萧芳芳、石坚、沈之华合演。黄飞鸿虎学斗五郎，咁就系同关德兴合演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曾江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唞一唞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亮频道啦。我哋下条片继续同大家分享曾江嘅戏剧人生，拜拜。